信的是没有错，可以透过这个法门就可以获得解脱。这个呢，也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感情去烧的，也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收运气、收运的这个感觉去烧的，也不是说一个传授的故事而烧的。这个修行的这个基本的观念，或者是修行的这个次第啊，例如过去修行人成就的经验，用这些去看的时候，这个是确定你可以获得解脱。如果是我们去看的时候，这样，这个真实的，但是这个真实的事情也是很多人不会相信。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样的？因为大家的观念不一样，大家的价值观不相同，不相同。因此呢，对，就像亲朋好友，就像我们这个社会上面的各种这种对立型的，这些都是没有一个确定的定论，这是短暂性的，你的感觉去定的。有时候呢，我们的亲戚也会变成敌人，你最讨厌的人很多都是有啊，就像本来是最亲近的你的亲朋好友、亲戚、兄弟姐妹，但是呢，为了一个家产，为了一个家里的事情，最后翻脸，又互相打官司的，现在台湾也不说呀，很多啊。因为他这个是亲戚的敌人也是这样的。同样的敌人，如果是你认定的你最讨厌的那个敌人，你们中间有很多误会，后来揭开了心结，他给你道歉，你也是会原谅释怀，就是最后变成好朋友的也是有的。但是这个亲朋好友的关系也是无常，无常的本性是空性。但是呢，这些的物相解脱们是不能看相起定论，不能我们四处相信的这种感觉起定论，要看他的本性，他的本性就是本性真理，永恒不变的，就是空性。第三个，这些过为无缘，过为无缘的意思是第三无缘解脱门，希望能得到一切的过为的功德，本性如来藏性即圆满，了悟追求过的本性为空性即解脱。意思这个无缘解脱门的对境是什么呢？诸性无常和诸乐皆苦为对境而修持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如果是这个痛苦的本性是无常，无常的本性是空性，当然是这个以他空中观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所有痛苦就称为是断空。断空的意思是它没有佛性的空，世俗法的本性叫断空。人的本性、众生的本性才是佛性，其他的没有佛性。佛的智慧可以变作一切境，但是一切境不一定会有佛性。我们所谓只有众生才有佛性，其他的都没有佛性。这个意义上面有一些差异。但是这里是诸乐皆苦为对境而修持，为了破五蕴为清净，常住快乐的修持，了无常，不尽痛苦等诸法空性，涅槃果位非尽上所有，了无佛性中圆满，为第三无缘解脱门。我们最害怕的是无常、不清净的、痛苦的，
这些本心就是空性，也不需要特别的害怕。最喜欢的永恒常住快乐这种的功德，全部在涅槃中自己的佛性中已经圆满了。一切涅槃的功德都是在自己的佛性中圆满的。如果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说不会妄为求佛，不要去追求外在的佛，追求内在的佛。但是追求内在的佛也是不是用禅定去追求，用认识、了解、安住，而自然会显现本身具有的佛。这个意思是这样的，无缘解脱门，这意思是第一，不喜欢的部分的害怕和恐惧、拒绝的心是来自哪里？来自于我执，我执的本性为空。了解这个的话，你对这个疑虑的心就可以解决了。对涅槃的很想要的这些功德，你像佛的庄严的净土、佛的庄严的声响、声音，功德、事业等等，这是本身的佛性中已经圆满的，自己可以教得了自己，不用妄为求佛，就是追求内在的佛，外在的佛，十方世界的一切佛可以协助你、帮助你、加持你，就可以让你佛性圆满。他没办法决定你的命运，也没办法所有你的功德力量完全就可以显现出来。很多人就是修什么我们所谓念佛也好、拜佛也好、忏罪也好，这个时候认为是用个佛的力量就可以完全可以清净，这个观念是不对的。因为透过自己的心性的力量还有佛的原理，这两个要合在一起，没有自己的力量的时候，是完全透过佛的力量是不可能，没办法清净。不然的话，佛诸佛菩萨都那么慈悲，为什么呢？让我们那么痛苦呢？我们在轮回里面很痛苦的，他们不会做一点来这里解决我们的痛苦吗？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本身具有的条件不具足的情况下，他们这么慈悲都没有用的，站在旁边都没有用的，站在旁边也救不了你的命。但是最主要是有自己内在的因缘和佛的这种原理啊。相应的话可以净化我们的罪业，圆满我们的福德，消除我们的各种道业上面的障碍，这些都没有问题的。我们要相信佛，相信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说的无厌，过为无厌，是过为的一切功德，主要是自己的本性如来藏性中显现，这个才是重要。别人的成就不是自己的成就。过去的那么多诸佛菩萨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们功德圆满了，现在正在度化众生，但是他们功德圆满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？这是来加持我们，来协助我们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怎么有什么？他们的成就不是我们的成就。因此呢，自己成就才是重要。同样的，我们所有过去的高僧大德、根本上师、传承祖师，很多人了悟空性，他们所了悟空性，这是他们的境界。我们有什么帮助的呢？只有我们有信心、愿意学习、修持的话，可以协助。他没办法100%决定，没办法100%解决你的一切痛苦。这个没办法的。因此呢，如果是可以100%解决的话，佛的这个佛教里面讲的因缘和因果的道理全部已经摧毁掉，全部否认掉。因此呢，他没办法，我们
说诸佛菩萨这么慈悲，传承祖师的有多么成就，都是他们个人的成就。因此呢，无愿解脱门，这个临起的时候，当然是要受益诸佛菩萨的功德，要多多受益。多多受益的时候呢，你一定会心里想要得到的这个信，渴望的信会升起。渴望的信升起的时候，告诉自己说，这个功德就是在我的佛心中，每个佛菩萨的自己的佛心清净圆满而显现他的功德，我也有同样的佛心，我也会圆满的。现在要找到方法才能圆满，没有找到方法的话，有也没有用的。就像我们所谓很多矿物，我们说石头里面也有一些黄金的成分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没有提炼的时候，里面的金子也没有金子的作用。就像很多物热这个植物也有药的药效，但是你没有配药，没有对症下药的时候呢，这个药也没有效果。所以呢，最主要是要了解这本身就佛性，这个佛性是功德圆满的，啊，这个功德圆满的佛我有的。所以呢，我决定会成佛。同样的，你觉得是哪个众生有问题，什么众生有缺点，有这样的心念会升起的时候，要看到所有众生都有。就是觉得是就有问题的时候，你有成见的时候，你要记住，每个众生都有佛性，每个都有一个清净的佛。有时候我们没有自己没有成佛的时候，别人成佛也说不定的。因此呢，他来度我也是有可能的。因此呢，要尊敬所有众生。眼前有烦恼，不代表是有烦恼。眼前有功德，也不一代表是他完有功德。眼前的功德也是有变化，也是无常的。眼前的各种果实也是变化无常的。如果是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呢，对每个众生会升起一个平等的心。这个平等的心升起的时候，每个众生具有佛性，佛性的清净，将来会成佛。有这种观念升起的时候，你对每个众生会升起清净的心。但是呢，这个呢，我们观察当下的心，在一心中圆满一切法。佛经里面讲的，我们所谓大藏经也好，所有我们过去的高僧大德们的书籍和法本里面讲的是他们的知识，我们学习有没有帮助？当然有帮助，非常有帮助。但是他们了解、悟到，我们没有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他们的知识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的。如果是你已经学到了他们的知识，他们的政治政见，不只是文字上面了解，不只是这个这是贴这个文字上面的了解，你正式的有悟到这个道理的话，你已经学到他们的精神，这个他们的知识就是变成你的知识。佛经里面讲的所有法语就变成你本身的智慧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内心中存在的如来藏心的宝藏已经挖掘出来了。我们知道，过去很多成就者，就像宁玛派里面很多复藏大师，这些复藏大师每个都是几乎大部分都没有什么知识背景，也没有读过书的人，因为禅定的力量，因为过去生的原理，因为
陷阱他们的这个课程，烦恼和习气，开启了他们内心中的腹胀。男性的这个如来藏心的功德宝藏挖掘出来以后呢，显现出来以后呢，就是通达一切佛、一切法。在他们的著作中、他们的文献中看得出来，就是我们看到有念诵他们的文章的时候，也是非常尊敬，会升起信心。因为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，就有那么甚深奥妙的智慧，这是不可思议。这种的公案很多，密宗或者是禅宗的这种公案里面也很多的，很多这种的故事，这些都是不是偶然，本来就有的功德显现出来的。每个众生就有这个能力，每个众生都有这个宝藏，没有挖掘。因此在这个地方说，诵之观其意思，念诵这个时候呢，要观一下它的意思啊。三界陀门一个一个起想，三界陀门有般若中观的解释，就是就像因尘派的解释、自虚派的解释、他空中观的解释，也可以用大圆满的解释，金刚乘密法的解释都有的，虽然是同样的法门，但是又都有这个有各不同层次的解释。基本的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所谓以他空中观的角度起，稍微有很简单的这个介绍。但是呢，自己想的时候呢，就是自己比较契合的相应的部分去思考就可以。有时候用很多比喻，用很多理论，但是呢，这个理论不一定会每个人都听得懂，比喻也不一定会每个人都想得通。就像我们普贤上师研究的里面用的很多比喻，后来很多人问我这个什么意思，这个什么意思。西藏人最容易见得懂的比喻，但是呢，现在都市里面的人听不懂的，他们用魔牛去比喻、魔法去比喻，或者酥油去比喻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比喻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比喻也能听得懂是最重要的。升起任何智观禅定，是以随着三种法轮以金刚称，由无分本而名是乃。他这里面所提到的有为了我们禅修要打下一个最深深的基础的话，先要一定要一个智观禅修次第。这个智观禅修次第的法门，在这个中观禅修次第里面都是非常完整的。这里面就有三转法轮，包括金刚乘的这个修法都有的。但是这个也是用透过一些文词去表示，用简单的文词去表示，或者是很广大的经论去解释等等，就有很多种这种广中略的一些接受。他下面提到，如果对聊义经文有初步了解即可。平常我们打坐，只有你修持的话，就是对聊义经论有初步的比较有浅的了解的话就可以的。他说有这个打坐的条件是什么呢？你不一定每个都是很精通，一开始练习的时候有大概对如来藏心有稍微了解就可以的。
若吾接受三法了义海的口传，阅读即思维。如果没有这个对于了义经典，如果没有了解，或者是没有阅读的话，要看什么呢？要看三法了义，三法了义海这个口传要阅读思维。这个文字有点错了，但是三法了义海是什么呢？是多布巴大师的著作，觉囊派多布巴大师的著作，要先看一下这个，先要得到这个口传和阅读。三法了义海里面讲的是几道过三个层次即讲的，着色就是二部了义经典，了义的经典全部的集中的一起的一种解释。目前没有翻译中文，这个已经有翻译英文。如果看懂英文的人来讲啊，就是看的多看这个三法了义海。再来呢，明示发心如来藏明觉相续自身智慧乃是。他这个就是，如果是这两个都没有的话，第一个呢，了义经典要了解；第二个呢，三法了义还要阅读。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，就是用经文里面的一些精华，最接近的一些法门去解释，要了解，要传达。那个在一周多罗那的大师法集中，虽念上师佛修一座湖，口诵能切经。这个就是前面要说，多罗那的大师的法门里面有，著作里面就有虽念上师的修法，就像上师一切法，先修这个上师一切法，你修一座以后呢，就是用入能切经的一些经文去提醒自己，有如来藏心或者是随念三宝等等，要做这个步骤。这个就是我们下一堂课里面就慢慢讲，我今天到这里就好了。阿弥陀佛。护持专户，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南台北分行，账号0300901577070，户名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，加入藏研会，个人会员每个月100元，中心团体会员每个月1000元 ，email ttbtvoffice@gmail.com， 愿世界看见佛法，阿弥陀佛。